大家好，很高兴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学一下这一款这个小老虎。小老虎呢，咱们是有两种这个线材给它勾的，一种呢是这个绒线的，就是毛茸茸的，它勾出来的效果可能会小一点，小一点，但是毛茸茸的特别的显可爱啊，特别显可爱。可能针孔不太方便看，针孔可能有一点，不如这个棉线的好看，但是效果特别好看哈。这个是棉线的，棉线的就是它的这个勾的时候简单一点，因为针孔比较方便，特别适合咱们的新手哈，特别适合新手。看一下，这两款呢勾法是一样的，勾法是一样的，只不过线材不一样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咱们一起来学习吧。好，首先呢，把咱们的线拿出来。这个线呢，是咱们的这个，主体颜色的线，应该是黄色哈，黄色。但是黄色呢，可能有一点反光，看一下，比较反光。所以呢，我用这个颜色的线做代替，做代替。咱们是从这里开始勾。这样子一直往下，然后给它减针就可以了。好，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好，拿出咱们的线，这个线呢，我用这个棉线的做代替哈，用棉线的做代替。如果买的是这个绒线的，忽略一下，因为这个绒线它针孔特别不方便看。我做演示的时候，就是你们也是看不到针孔的，实际勾的话会增加难度，所以我用这个棉线。来演示，这样的话，最起码咱们是可以看到针孔的。好，右手捏住线头，左手张开，看一下，这样从里往外绕小拇指一圈，经过食指和中指，然后再从中指和无名指中间拉出去，绕过来。中指这里呢，会有一个交叉点，会有一个交叉点，咱们用大拇指给它按住就可以了。好。拿线方法就是这个样子。如果感觉速度快的呢，可以调成0.5倍速，慢一点看。如果就是大家有编织基础的呢，可以给它把速度调快一点，也是可以的。拿钩针的方法是这样子，好像拿笔一样，这样给它捏住，钩头朝前，这样子拿钩针。好，看一下钩针呢，从咱们中指的这个线圈下面穿针。之后，钩针放在这一根线的上面，这样钩头朝下挂住整根线。注意一下这根线的力度，不要太紧或者太松，只要保持这一根线是直的就可以。这样子拉过来，好，钩针上呢现在有一个线圈，然后咱们钩针在这一根线的左边，逆时针绕线，从钩针上的线圈里拉出来。最拉的时候，咱们可以钩针上提一点，然后钩头朝下。钩针上提之后，这里看一下，有一点点缝隙的，咱们用钩头对着这个缝隙的地方，慢慢给它拉出来。好，这样子呢，咱们就给它勾好了一个固定针。咱们可以用中指按住这个线圈，左右晃动一下，这是一个固定针。看一下，咱们钩针上提，可以把这个线圈变大。左手食指用力拉，线圈就会变小。咱们就是这样子来调整咱们这个松紧度的，就是这样子调整松紧度的。就是一般呢，只要钩针可以在线圈里面自由活动就可以的，不要太紧，这样动不了，勾到最后手会很痛。也不要太大，太大的话可能就是勾出来的不美观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咱们开始勾短针，注意一下哈，咱们这个小老虎，咱们是用的十字勾法哈，十字勾法。看一下，钩针先从中指的这个大洞里穿针，然后钩针放在这一根线的上面，这根线的上面，这样子给它勾出来。钩针上现在有两个线圈，有两个线圈，然后咱们钩针在线的左边，逆时针绕线。从两个线圈里依次拖出。好，这里呢就是咱们的第一个短针。好，我拿针给大家看一下。
这个，就是咱们的第一个短针。看一下这个短针是由两根线组成的，一个是这一个，这一个组成了一个微型的辫子针，微型的辫子针。咱们这里是咱们的第一针，给它用胶扣做一下标记。然后再来看一下短针，从中指的大洞里穿针，钩针放在线的上方，挂线钩出来。钩针上现在有两个线圈，钩针在线的左边，逆时针绕线，从两个线圈里依次拉出。好，这是两个短针了，看一下两个 V。好，两个短针钩好之后呢，咱们可以把这个线圈拉大一点，拉大一点，然后拿出咱们的双圈，看一下这是咱们的双圈，材料包里是给大家配好的哈。双圈就是有两层，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种单圈，就是一层，然后大小呢也要小一点的哈。单圈现在用不到，咱们给它放好，千万要放好哈。然后咱们现在用的是这个双圈，把双圈拿出来之后套在咱们的这个线圈上面，再拿出钩针给它穿回去，把线圈调整到合适的大小，咱们继续来钩短针，从中指的大洞里穿针，挂线钩过来，钩针上有两个线圈，绕线从两个线圈里拉出来，这样子慢一点拉，新手朋友们可能有一点难度的，不过没关系，咱们多练习几次就可以了。好，三个短针了，再来穿针，挂线钩出来，绕线一次拖出，四个短针了，五，好，五个短针钩好之后呢，咱们把这个线圈拉大一点，拉大一点，然后把这个双圈再从这个线圈里继续给它穿过来，这样子穿过来，然后把钩针再穿回去，调整到合适的大小，再来给它勾一个短针。好，这里呢是最后一个短针，咱们可以用胶扣再来给它做一下标记，扣上第一针和最后一针的位置都给它扣上胶扣。然后呢咱们这样把左手取下来拉这个短线头，右手呢扶住钩针的这个最后一个短针的位置，咱们拉短线头，使劲拉。好，如果你拉不动的话，可能是就是中间呢把线给勾分叉了，或者是勾得太紧了，就是建议重新给它拆开，重新做一下。好，收紧线圈之后呢，咱们在第一针交扣位置做引拔，引拔的作用呢就是首尾相接，给它形成一个圆，在第一针交扣位置入针，把胶扣再取下来，看一下引拔针怎么做。这样钩针逆时针绕线给它钩出来之后，钩针上有两个线圈，咱们直接把前面的线圈从这个后面的线圈里直接给它拉出来。好，看一下这里也是有一个辫子的，这个呢就是引拔针，咱们给它拉紧。当然哈，就是如果你是棉线的话就给它拉紧，如果你买的是绒线的话，就是这里就建议不要拉了，不要拉紧了。如果是绒线就建议不要拉紧了，因为如果拉紧之后可能那个线呢它那个绒它都会挤到一起了。好，其实拉紧不拉紧它的作用呢只是在这个引拔的这个地方，它绒线的话就是你不拉紧其实效果也都是一样的。好，然后呢咱们再立一个辫子作为起立针，就是第二圈的高度。这样看一下辫子怎么做，钩针在线的左边，逆时针绕线，直接从钩针上的线圈里拉出来。好，接下来呢咱们开始钩第二圈。第二圈咱们的编织规律呢是六组加针，加针的意思呢就是一个短针上面钩两个
就是从一个短针变成两个短针就是加针哈，所以就是一个洞，一个孔里，咱们勾两个短针就是加针了。看一下，还是刚才做引拔的那个针孔入针，然后挂线，勾出来，再绕线一次脱出。好，这一个，这个地方就是咱们第二圈的第一针，再给它扣上胶扣。就是这刚刚勾好的这个 V 型的辫子针，就是咱们第二圈的第一针，扣上胶扣。好，咱们是做加针的哈，所以呢，还是这个针孔里，还是这个针孔里，注意一下这个圈，千万不要给它勾到了。好，这样子呢，咱们就是在第一针孔勾出来了两个短针，也就是咱们的一组加针就完成了。下来继续来下一个针孔入针，继续勾短针哈。好，还是这一个针孔，这样子完成两组加针，还是这一个针孔，三组加针。四组加针，五组加针，最后一组了，把胶扣取下来。好，如果感觉我的速度快的呢，可以调整咱们视频的倍速，0.5倍速。如果感觉就是我勾的太慢了，就是大家可以加快你的速度，调成1.5倍速都是可以的哈。然后在第一针交扣位置入针做引拔，绕线勾出来，然后把第一针，把这个前面的这一针直接从后面的针孔里勾出来，就是引拔针。好，如果是棉线的话，引拔针就建议拉紧；如果是绒线的话，就建议不要拉紧，勾出来就好了。然后绕线，看一下逆时针绕线，直接从钩针上的线圈拉出来，做一个起立针。好，这样子第二圈咱们就勾完了。第二圈勾完之后呢，咱们应该是有12针的哈，12针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咱们开始勾第三圈。第三圈的编织规律呢是一个短针一个加针，这样子为一组，咱们重复把这一圈勾完，就是短针加针。短针加针，短针加针，就是这个方法勾。好，第一个针孔呢，咱们是勾一个短针的。好，这里呢，看一下刚勾出来的这个 V 型的辫子，是咱们第三圈的第一针。好，下一针孔，咱们是做加针的。这样子呢，咱们就完成一组了。然后重新再来一个短针，下针孔呢是一个加针。然后完成两组了，就是一个短针一个加针，按照这个方法勾。大家如果有不明白的呢，也是可以联系咱们的客服的，问咱们的客服哈。另外，如果感觉我视频中的速度就是，你们不太喜欢的话呢，是可以调倍速的哈，可以调快或者调慢都是可以的，因为咱们大家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哈，所以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调整视频的倍速的。好，最后一针呢是一个加针。好，在最后一针上面也给它扣一个胶扣，这样呢，咱们可以把线圈拉大，咱们一起来数一下针数。第三圈勾完之后，应该是有18针的，看一下，胶扣这里第一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
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，正好的。就是咱们每勾完一圈之后呢，尽量都要数一下针数，然后呢做一个引拔针，做一个引拔针之后再做一个起立针，再开始勾下一圈。立一个辫子，咱们开始勾第四圈。第四圈编织规律呢是一个短针，一个加针，一个短针，这个规律为一组，咱们重复把这一圈勾完。第一个是一个短针，短针就是咱们根据咱们的这个编织规律哈，就是短针的地方就是一个孔勾一个短针就可以了，加针的地方就是一个孔勾两个短针，咱们就是这样子理解就可以的。咱们绒线的呢，就是钩织方法是一样的，钩织方法是一样的，就是钩的时候呢，需要更多一点的耐心哈，更多一点的耐心。但是钩出来的就是真的毛茸茸的，蛮好看的。咱们每勾完一圈之后，都要像我刚才就一样，把这个线圈拉大之后，咱们从第一个交扣数到最后一个交扣，数一下针数，看一下和咱们那个图解上对应的针数是不是一样的，检查一下哈，做一个引拔针，然后一个起立针。好，咱们看一下圈数怎么数，圈数，看一下哈，这里呢。是第一圈、两圈、三圈、四圈，一二三四。所以呢，我现在是勾了四圈了，开始勾第五圈，看一下挺明显的哈，一二三四。然后呢，咱们正勾着的时候，面对着自己这一面是正面，看一下这边呢是反面，反面有横着的这一个一个的小凸起，正面。正面特别整齐哈，可以特别明显的看到这个圈数，反面你看就不是特别的整齐，所以咱们的正反面就是这样子看，圈数就是直接数圆圈，一二三四，现在勾第五圈，第五圈编织规律呢是，三个短针一个加针，就是短针短针短针，加针，就是连续三个短针。之后第四个针孔是加针，就是按照这个规律勾的。一，好，第五圈的第一个短针，好了。啊，就是咱们，你看我刚才勾的时候也把线给勾分叉了，就是咱们勾分叉没关系，咱们给它看一下，这样子就是给它勾分叉了。这样子没关系，咱们给它松开之后，再给它重新勾，一定要确保勾住整根线就可以了。勾住整根线，看勾出来的效果呢，其实是一样的，就是只要勾住整根线就可以了。就是如果你勾多了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个线勾分叉呢，主要是和咱们带线手劲均匀不均匀有关系。就是特别新手是特别容易把线勾分叉的，但是如果你熟练了，就是你勾出来，这个勾完一个这个老虎头之后呢，就会发现这个线其实
就没有那么容易散开，越熟练越不容易散开。好，第六圈编织规律呢是两个短针一个加针，再来两个短针，就是短针短针加针，短针短针，短针短针加针，短针短针，就是这个规律，把这一圈勾完。完成一组了，咱们尽量每勾完一圈之后都要数一下针数的哈，因为特别是新手他特别容易多针或者漏针，就是一定要数一下针数的，就是有问题可以及时发现，及时给他改过来。我视频中就是没有给大家太多的演示数针数，因为咱们这个时间有限哈，大家自己勾的时候尽量数一下的。好，现在第六圈勾好了，咱们开始勾第七到第十圈，七到第十圈，七八九十四圈，咱们都是给它不加不减的勾短针，不加不减勾短针，不加不减就是遇到一个微型的辫子孔里，给它勾一个短针就可以了，没有针法的变化，就是一对一的勾，咱们就是一直这样子勾就可以了。因为咱们毛线的公益性哈，就是没有一根线到底的，就是一团线里呢大概都会出现一到三个接头，都是正常现象。还有就是咱们机器打团嘛，有时候可能会沾上一点机油，就是脏东西，咱们就是看一下怎么遇到这种情况呢，咱们是怎么处理的。好，我这里打一个结，就当做是咱们遇到的接头或者脏线的地方。处理方法是一样的，咱们就是先给它正常勾，勾着大概十厘米左右的地方，咱们看到接头给它停下来，给它剪掉，把这个有接头呀或者有接头或者脏线的地方给它剪掉丢掉，然后咱们看一下，咱们正常入针，然后给它挂线勾出来，钩针上有两个线圈，到这里的时候咱们不要动，拿出新的一段线，这里留个几厘米的线头，给它按在织物的后面，咱们绕新的这一段线勾出来。好，然后再正常继续下一个针孔入针，入针之后呢，把这两个线头都要放在钩针上面，给它压一下，正常的挂线勾。好，下一针孔入针，
就是下一个针孔入针的时候，都要把两个线头放在钩针上面，给它压个几针，这样给它压个几针。好，这样子呢，咱们多余的线头呢就可以给它剪掉了，压个四五针就可以了。哎呀，然后咱们再给它正常钩，正常钩，这样子呢，咱们就给它完成了，就是换线，就是咱们遇到有接头呀或者脏线都是可以这么处理的，这样就给它完成了。好，咱们接下来就是正常的给它这样子勾就可以了，一对一的勾，还剩下最后几针。最后一针把胶扣取下来，再给它扣上。好，这样子呢，咱们第七圈就给它勾好了。咱们按照同样的方法，一直七八九十，第十圈结束，都是按照这个方法一对一的勾。看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咱们接下来就是正常给它勾到第十圈结束哈，就是每勾完一圈都要这个引拔和起立的，正常给它勾。接下来大家可以自己来给它勾完，把第十圈勾完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第十圈最后一针勾好了，在第一针位置咱们给它做引拔，第一个辫子，然后开始勾第十一圈。编织规律呢是这一圈有一点复杂，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做吧。先勾七个短针，前七针每一针上面勾一个短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好，七个短针勾好之后呢，咱们是七组加针，连续七组加针，每一个孔里勾两个短针，连续做七组加针。一组，两组，三组，四组，五组，六组，七组。完成之后呢，咱们再来给它勾八个短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八个短针勾好之后呢，咱们再来七组加针，再来七组加针，一组，下一针，两组，再下一针，三组，四组，五组，六组，七组。完成之后，最后还剩七个短针，正好给它勾起来。看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最后一针。
好，这样的话咱们就是正好的。如果你这里勾的针数不对的话，说明你之前是有误差的地方。如果误差一针的话，其实没有多大关系的。咱们可以，如果少一针，咱们给它多加一针就可以了。如果多一针，咱们可以给它来一个减针就可以。如果太多的话，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就是找到错的地方重新勾一下，做印吧，立一个辫子，咱们开始勾第十二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三圈，不加不减针。如果感觉中间的这个地方这根线有一点碍事的话，可以给它剪短一点。剪短一点，好，接下来是三圈的不加不减针，然后说一下咱们的织物哈，如果你的织物是这个样子，咱们就是正好的；如果你是这样子的，咱们给它翻过来就可以了哈，翻过来就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咱们再来勾三圈的不加不减针，一直勾到拔地。14圈给它勾完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第14圈最后一针也给它勾好了，退一把。立一个辫子。接下来的这一圈开始，咱们就开始给它做减针了，就是给它收针，开始做收针。咱们先来勾七个短针，正常勾七个短针，第一个短针好了，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好，七个短针勾好之后呢，咱们是七组减针。减针的意思呢，就是两个短针，这两个短针变成一针，就叫减针。看一下怎么来做。咱们在下一针孔入针，钩针放在线的上方，挂线勾出来，然后。在接下来下一针位置再入针，再挂线，钩针放在线的上方，挂线勾出来。现在呢，钩针上有三个线圈，有三个线圈。然后咱们钩针在线的左边，逆时针绕线，从三个线圈里依次拉出。好，这就是减针，这就是减针。好，咱们再来看一下哈，减针怎么做？咱们接下来看一下，咱们接下来是勾这一针的，对吧？看一下，咱们接下来是勾这一针的，咱们是把这两针变为一针，这一针还有再接下来的一针变为一针，这一针还有这一针，看一下钩针哈，咱们。这样子，下一针孔入针之后挂线勾出来，然后再下一针位置入针，挂线勾出来。这样子，钩针上有三个针孔，然后绕线，从三个针孔里依次脱出，这就是减针，完成两组了。下一针孔入针，挂线。勾出来，再下一针孔入针，挂线勾出来，绕线依次脱出，三个减针。好，如果还有不懂的呢，可以返回到我刚才教的地方，咱们可以调整倍速，0.5倍速，放慢一点，继续观看。四个。五、
六七，好，七组减针勾好之后呢，咱们是勾八个减，八个短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、七、八，好，八个短针勾好之后呢，咱们继续来勾七组减针。好，这样三个线圈，然后线依次拖出，一个减针。另外说一下，就是咱们减针的地方尽量不要勾得太松。就这个线圈不要拉太大了哈，太大的话就是，后面就会不太美观，这边就会比较漏缝，就是减针的地方就会漏缝。尽量的减针的地方，咱们尽量的给它勾紧一点。两组减针，三，四。五、六、七，好，七个减针勾好之后呢，咱们是七个短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、六、七，好，这样子你看一下咱们这个老虎的。脸鼓鼓的这个感觉就出来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继续勾减针，先来立一个辫子，开始勾第16圈了哈。编织规律呢是两个短针，一个减针，两个短针，这样子为一组，咱们重复把这一圈勾完，跟着我一起做哈。第一个短针。两个短针，然后咱们开始勾减针，再下针，入针，然后先依次拖出。好，再来一个短针，两个短针，这样子咱们就完成了一组。咱们就是按照这个规律勾，一个短针，下一针，两个短针，然后来一个。减针，然后再来一个短针，两个短针，好，完成两组了。一个短针，两个短针，一个减针，一个短针，两个短针，好，完成三组。
一个辫子，开始勾第17圈。编织规律呢是三个短针一个减针，按照这个规律来勾。先来勾一个短针，两个，下一针三个，三个短针，然后一个减针，一、二、三，一个减针。最后是一个减针，把线圈拉大，拉大之后，咱们可以给它塞一些填充棉。咱们塞棉的时候呢，就是尽量注意一下，咱们这个有引拔的地方，就是这个地方，结尾放胶扣的这个位置呢，是咱们的后面，然后这个对应的这个大概就是咱们待会做前脸的位置，然后两侧是脸颊的位置，咱们塞的时候哈，就是注意一下，尽量的一定要把它这个脸颊，鼓鼓脸颊。这个感觉给它塞出来，这样子，这边一定要鼓鼓的，这边是后面，这是前面，这是两侧脸颊的位置，圆鼓鼓的显得比较可爱一点。好，也不需要塞的太多哈，塞多太多的话，这边个待会儿就不好勾了。这样子，这是前面，这是后面两侧。好，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勾，看一下下一圈编织规律呢，是一个短针，一个减针，一个短针，这样子为一组，咱们重复把这一圈勾完就可以。先来勾一个短针。胶扣扣上，
一个紧针，再来一个短针。短针，尽量不要给它勾到填充棉了哈，然后手指往下压一下这个棉花。啊，如果你感觉填充棉有一点少的话呢，可以再给它继续加一点，也不需要太多哈，太多的话真的不太好勾的。好，下一圈编织规律呢是一个短针一个减针，这样子为一组，咱们重复把这一圈勾完就可以。一个短针，看一下我这里可能刚才有哪里勾错的地方，这里呢现在就是少了一针，少了一针呢，然后我就可以给它少做一个减针，这样子呢总针数到最后还是一样的，总针数是12针。在第一针位置给它做引发。第一个辫子，现在呢还剩下最后一圈，最后一圈呢咱们就是直接六组减针，直接六组减针就可以了。一。这里是第一针，现在呢口是越来越小，然后
扣着胶扣，可能就是有一点不太方便。两个。三。四。五，把最后一个胶扣给它取下来。六，好，勾完之后，在第一针胶扣位置给它做印花。然后给它断线，直接把线给它拉出来。记准，这里呢是引拔的位置，这个线头引拔的位置，它的正前方就是待会儿咱们脸部的位置，这个位置。咱们可以给它大概看一下哈，这是引拔的位置，这是前脸的位置。穿上缝合针，咱们把这个线头给它收一下，咱们就是挑外边的一根线，这是整个的辫子，咱们挑外边的一根线。给它顺时针方向，这样子，从外往里，好，给它拉紧。这样子，给它从引拔的这一面哈，一定要从引拔的这面穿出，穿出来之后，咱们相隔一行的位置再给它穿针进去。啊，不要拉太紧，太紧的话，看一下这里变形了。因为引拔的这一面是后面，所以看不到的。好，咱们这样来回给它多穿几次，之后给它断线。这里是前脸的位置，前脸的位置。好，这样子咱们主体的部分就给它勾好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咱们开始勾这个老虎的小耳朵，小耳朵。耳朵呢是和主体一样颜色的线，一样颜色的线。看一下拿线方法，捏住线头，左手张开，绕小拇指一圈，经过食指和中指，再从中指和无名指中间拉出去，绕回来。这里有一个交叉点，按住。钩针从这里入针，放在线的上方，跨线勾出来，绕线从钩针上的线圈勾出来，拉紧。好，咱们勾六个短针。穿针挂线勾出来，绕线一次突出，这里是第一针位置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好，最后一针给它扣上胶扣，然后。咱们拿下来，捏这个短线头，收紧线圈，在第一针位置入针。
挂线勾出来，直接从后面的线圈勾出来引拔，然后看一下中间有没有缝隙，如果有缝隙的话，咱们继续给它拉这个断线头，继续拉断线头。好，立一个辫子。咱们第二圈编织规律呢，是一个短针一个加针，短针加针为一组，咱们重复把这一圈勾完，短针加针，短针加针，短针加针。好，完了，就这样子。第一针位置入针，记得把这个线头放在钩针上面，挂线勾出来，绕线拖出，这里是第一针位置，一个短针。好了，下一针孔，下一针孔哈，一个加针，一，好，这样子就给它完成一组了。再下一针，记得入针之后都要把这个线头放在钩针上面哈，一个短针。好，下一针孔，一个加针。好，这个线头呢就可以给它剪断。一个短针，最后一针，一个加针。好，在第一针位置做引拔，勾出来。然后咱们给它断线，断线之后把线直接给它拉出来，直接拉出来。之后呢，咱们用缝合针吧，把这个线头给藏一下。看一下面对我们的方向的这个是正面，咱们从旁边的第一针位置从前往后穿针，然后把这个织物给它反过来，反过来之后咱们在反面给它藏一下线头。这样子多余的线头呢给它剪掉，不要靠就是稍微留出一点点一点点，这样子剪掉之后，可以把耳朵呢给它翻过来，之后用咱们的腮红在手上涂匀一点，涂上面，涂在正面哈，涂在正面，涂上，放在一边备用，给它再给它翻过去，这样子，咱们一个小耳朵就好了。咱们按照同样的方法，把另外一个小耳朵也给它勾出来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咱们开始勾这个老虎胡子的地方。这个胡子呢，咱们是用的白色的线，白色的线。但是你看一下，白色特别反光，特别反光，所以呢，就是我拿这个线做代替，拿这个颜色做代替。咱们实际用的是白色哈，白色，白色。好，看一下拿线方法：右手捏住线头，左手张开，绕小拇指一圈，经过食指和中指，然后咱们大拇指和中指给它捏住线头就可以了。捏住线头，这里不太一样哈，咱们这里呢是用了辫子起针。好，线头留个几厘米就可以了。钩针在线的下方，逆时针绕线，看一下钩针这里有一个交叉点，交叉点钩针这里有一个交叉点，给它用手指捏住。钩针在线的左边，逆时针绕线，从这个线圈里拉出来，然后用手捏住
线头，短线头的地方，右手拿着钩针往上提，好，调整线圈大小，这样子就给它起好针了，起好针了，再来看一遍，线的下方，灭失针绕线，钩针旁边有个交叉点，用手捏住，绕线，再从钩针上的线圈里拉出来，好，短线头往上提，好，起好针了。好，咱们这里呢是钩五个辫子，看一下，这样，看一下辫子怎么钩，钩针在线的左边，绕线钩出来，第一个辫子，好，第一针，用胶扣在下标记，我只扣右边的一根线哈，右边的一根线。绕线直接从钩针上的线圈拉出来两个辫子了，绕线直接从钩针上的线圈拉出来三个，绕线直接拉出来四个。好，咱们呢可以在这一个上面第四针上面给它扣一下，然后绕线钩出来五个辫子，钩好之后呢，咱们开始往回钩。辫子呢，咱们辫子是由两根线组成的哈，两根线组成的，看一下，两根线组成的，一根是左边的这一根线，还有右边的一根线，咱们组成了一个V型的辫子。咱们往回钩是挑左边的一根线，先挑左边的一根线，先挑左边的一根线钩哈，咱们在这个交扣就是倒数第二针，也就是第四针上面个开始往回勾，这个交扣倒数第二针，一二，咱们挑左边的一根线，挑左边的一根线，交扣可以给它拿下来，咱们给它勾短针，这样放在线的上方，挂线勾出来，钩针上有两个线圈，绕线从两个线圈里一次拖出，好，这里有一个V型的辫子，这里是咱们的第一针，第一针用胶扣做一下标记，好，然后咱们在下一针位置可以看出来的哈，就是第三针位置上面，一二三，挑左边的一根线入针，挂线勾出来，钩针上有两个线圈，绕线一次拖出，好，然后再下一针就是第二针，从这边开始数哈，第二针上面挑左边的一根线，再来给它勾一个短针，好，现在勾了三个短针了，一二三，还剩下这个从这边数第一针的地方，就是扣这个胶扣的位置，咱们呢需要在这一个孔里勾出来三个短针，一还是这一个孔，二把这根线先挪到右边来，三，好，好，现在呢咱们就是开始在对面的这边开始往回勾，因为咱们刚才是勾的辫子左边的一根线，现在这样子看，咱们呢是这里是剩下的那一根线，咱们这样子开始往回勾，这里这里这里，下一针入针之后记得把这个线头放在钩针上面，给它勾短针，一个短针，下针孔入针，放在钩针上面，两个短针，好，最后一个这个针孔咱们是需要做下针的，放在钩针上面一个，然后还是这个针孔入针，一个加针，好，这个地方就是咱们这一圈的最后一针，扣上胶扣，然后在第一针交扣位置呢给它做引拔，做引拔，
立一个辫子。好，这个线头呢，咱们就可以给它剪断了，因为咱们刚才压了好几针了。咱们开始勾第二圈，开始勾第二圈，立一个辫子，辫子立好了，然后咱们第一个针孔是做一个加针的，就是引拔的那个针孔。好，第一针扣上，好，还是这一针孔入针，咱们是做加针了哈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是两个短针，一个短针，下一针孔入针。好，两个短针勾好之后呢，咱们是连续做三组加针，还是这一个孔，完成一组加针，下一个孔，还是这一个孔，两组加针，下一针孔，还是这一个孔。好，三组加针完成之后，来两个短针，一个下一针孔，又来一个短针。好，完成。现在还剩下两针，这两针呢咱们都是做两，是做的两组加针哈，都是做加针的，还是这一针孔。最后一针可以把胶扣取下来，咱们这个针孔呢也是做加针的，还是这一针孔入针。好，在第一针胶扣位置做引拔，拉紧。好，断线，断线，把线直接给它拉出来，直接给它拉出来，然后用咱们的缝合针，用咱们的缝合针，咱们给它看一下，这是正面的位置，正面的地方，面对咱们自己的这一面是正面，然后从第一针引拔的这个针孔给它穿到后边来，穿到后边来。然后在反面，咱们给它藏一下线头，随便调针。咱们给它藏一下线头，这样子。好，藏个几针就好了。咱们给它剪断。剪断的时候建议不要靠根部剪，稍微留出一点点线头。好，这样子咱们这个嘴巴就要给它做好了。好，现在呢咱们的这个东西呢都准备好了，看一下主体，还有这个胡子，两个小耳朵，咱们开始就是给它组装。这个是引拔痕迹的一面，这个是咱们的正前方的位置。咱们看一下。先把这个鼻这个胡子的地方给它处理一下，看一下咱们胡子这个中间的地方，它是有凹进去的，然后是有一点鼓出来的这种感觉。看一下，这是咱们胡子哈，胡子这是正面，这是反面，咱们需要给它处理一下，看一下哈。这个呢是咱们的胶棒，材料包里有配的。但是这个是打火机，需要自备的，因为属于快递属于违禁品哈。这样打火，打火之后呢，咱们尽量用下面蓝色的火焰烧，这样的话胶棒不容易发黑。烧个5到8秒钟，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，5到8秒钟。然后咱们粘在中间的地方，这样竖着，中间的地方。给它折在一起，只粘中间的地方，给它用手指给它捏住，只粘中间哈。这样子，好。这样子呢，咱们胡子的地方，胡子就给它处理好了，咱们待会儿再用，待会儿再用。好，我喜欢呢，先把这个王，这个头顶的王字先给它缝出来，相当于做一个定位，先缝王。然后呢，因为这个字不是太好缝，我找一下位置，
之后把这耳朵固定在两侧，这样子感觉比较美观一点。好，我喜欢这样子做哈。如果你喜欢先粘耳朵，之后再缝字，都是可以的。穿上咱们这个线，我喜欢从下方最下方的地方入针，然后看一下咱们这个大概我看一下哈，是缝在1、2、3第三圈的位置，找好大概中间的地方大概在哪里，咱们给它找好1、1、2、3。咱们大概就是1、2、3，然后这是中间的地方，大概从这里出针，这样子不要拉完，留出一点线头。咱们第一横呢是跨两针，看一下这里出针1、2，跨两针，从这里再进去，然后到第四圈。就是这个入针的正下方的地方出针，好，然后再下一圈，再下一行往左来一点点，咱们可以在这里入针，就是你看怎么好看怎么缝哈，在这里吧，然后在第一行咱们不是横跨两针吗，咱们在中心的那个地方出针，中间的地方出针，然后在最下面一行中间的地方入针，入针之后呢，咱们先从下面随便一个针孔出针，因为咱们待会还需要缝这个地方呢，所以先随便一个地方出针，咱们待会再给它继续缝，这样子这个王字就给缝好了，王字就给它缝好了。缝好之后呢，咱们可以给它粘一下耳朵，耳朵大概在1、2、3第三到第四圈，第三1、2、3、4、5三到五圈中间左右给它粘这个耳朵，均匀的分布在王字的左，就是两侧。一定要注意安全哈。这样子均匀的分布在这个字的两侧，这样子耳朵就好了。接下来咱们开始粘这个胡字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咱们在第11圈
看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找位置，这是中心点的地方，就是在这个字母，这个竖杠，这个不是字母哈，这个王字，这个竖着的这个正下方第十一圈，一二三四，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这里是咱们这个胡子中心的地方，咱们待会站就是站到这个位置。好，咱们可以把线先给它拉出来，然后把这个缝合针在这里，因为待会咱们这个胶棒的速度、干的速度比较快，所以咱们就是尽快把那个缝合针在那里做定位，省得待会儿咱们找不到。不要涂太多哈，尽量这个胶不要让它出来。我是喜欢放在这个位置哈，如果你感觉这个胡子的位置有一点往下的话，就是你往上面移一圈也是可以的，往上面移一圈也是可以的，因为每个人就是喜好不一样嘛。好，这样子胡子就给它粘好了，咱们把这个线再给它穿上缝合针。好。这个线，咱们看从这里出来的，咱们再从这个地方给它进去。进去从哪里出来呢？从咱们刚才，咱们刚才出来，咱们刚才缝合针不是在这个地方，是中心点的位置吗？咱们在这个中心点往左来一个，从这里出来。出来之后呢，在中心点往右也给它来一点，就是咱们是横跨两列，就是两针，横跨两针，这样子缝，缝了一下了，两下，咱们就是横跨给它这样子缝一下。再给它这样子，从右边入针，然后从中心点，咱们横跨两针，咱们从中间的这个地方给它出针。对了，从这里出针，之后这样子给它拉下来，在这个正下方地方入针。入针之后，咱们从这边。看一下，开始给它缝这个胡子。胡子大概是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大概是这个位置出针。然后咱们这样子往后面，就是侧边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侧边第十圈出针之后，咱们往这个后脑勺的位置，咱们给它数大概是，一二三三针吧，一二三，在这里，然后咱们还是在这个地方。出针，
在这个地方出针，出针之后，咱们再往上来一圈，往上来一圈，这个地方入针。入针之后呢，咱们在这一个针孔往下面来两圈地方出针。好，再来到对面的位置。我说的这个大概呢，就是一个参考值哈，感觉有点往前，咱们再往后调整一阵。差不多。好，这样子就缝完了，咱们再最开始。留线头的这个入针的地方，同一个孔里出针。之后咱们打结，这样打结，这一下不需要拉得太紧，太紧的话容易变形了。然后这一下可以给它拉紧，然后再给它打一个死结。好，这样子给它断线，留出一点线头断线之后给它。把这个结给它塞回去，或者用缝合针也是可以给它塞回去的。好，这样子咱们就缝好了。这个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改变的哈，不一定按照我这个顺序缝。不一定按照我这个顺序缝。如果你感觉胡子有一点往下的话，你也可以往上缝。如果感觉这个比较宽的话，也可以给它缩短哈。这个都是。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做的。现在呢，还差两个眼睛，咱们把眼睛给它装上。眼睛大概就是装到这里，咱们可以给它试一下，把眼睛给它放在这里，咱们给它看一下，就是你喜欢放在哪个位置。拿出胶棒，这个眼睛它的这个比较小，就是咱们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一定要注意安全的哈。好，有这个拉丝的话没关系，咱们可以等干了之后，给它这样子给它扯掉，整理一下，给它扯掉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眼睛就给它装好了。然后呢，咱们可以给它打一点腮红。这个就是大家自己用的腮红呢，或者口红呀，或者画画的颜料啊，什么都是可以用的。尽量用之前，现在手上涂匀，涂匀之后大概打在这个位置。
这样子，小老虎就给做好了。看一下颜色有一点奇怪哈，颜色有一点奇怪，我这里只是就是为了演示给大家做的，颜色有一点奇怪，忽略。好，拿出咱们的其他的小配件，一个毛球，一个这个穗子，还有一个这个，一个这个链子，还有两个单圈，还有一个这个圈，大圈，咱们看一下哈，拿出这几样子，大圈、链子、这个、这两个，咱们给它组合。先把这个给它装上，咱们给它转一转，看一下，这里有一个开口的地方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地方，拿出咱们的这个，咱们给它掰开。我拿着不好做哈，咱们就是给它掰开。哎呀，掰开之后，把这个随便一头套在开始的地方，然后给它转。好，这样就给它转进来了。然后拿出咱们单圈，单圈之后看一下，咱们的这个太小了哈，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开口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有一点开口的地方，咱们用手指一个往前，一个往后，这样子给它拧，这个方向，这样子给它拧。这样子一掰，看开了。开了之后呢，拿出咱们的这个链子，挂在一头，然后另外一头，拿毛球，毛球找一下，这里有一个皮筋，给它挂上，之后再给它，就是往相同的地方给它往在一，往一起对，往一起对。哎呀，往一起对，看一下，对的中间特别整齐，没有缝隙是最好的。这样子给它合上，合上，这样子特别伤指甲感觉。你也可以找你的朋友们给帮忙。给它掰开，和刚才一样的哈，给它掰开。哎呀。感觉我要重新做指甲了，真的都给弄坏了。然后这边还是套在这个链子上，另外一边套在这个穗子这个地方。然后咱们再往相同的地方使劲给它合在一起。这样子就给它对在一起了，这样咱们就好了。然后把这个环给它打开，咱们和那个一样，就是这样子，先往相反的地方，这样子一个往前使劲，一个往后使劲，这样子相反的方向先弄开之后，往两边一打开，这样子，先前后，一这边是往前，这边是往后。这样子打开，然后往两边一掰，打开了。看一下，小老虎另外一边这样给它挂进来，然后这个地方链子咱们随便穿过来，合上。好，这样子咱们这个小老虎
就完成了。